起你好，我他妈感谢你的领导，让这几个发言人都成了圣上的小棉袄。对外宣传中国的形象也没什么起色，但送圣的本领那是一个能顶两个。上至圣上打过的飞机，下至吹过的牛逼，就连圣上的臭脚丫子都会捧过来狂亲。你们的世界里不送圣是一种罪，外宾脸上怎样的表情你们无所谓。孔正乐的赵立坚被问题问坏了脑，王文斌的黑头发也是越来越少，毛宁的火速提拔是不是存在某些猫腻，月黑风高的晚上他坐上谁的生殖器，还有一个战狼头子他叫王毅，现在去了中央政治局继续当小弟，他把中国老百姓当傻子耍了很多年，在美洲和非洲撒过很多钱。你去过中国吗？你了解中国吗？你知道中国人民现在有多幸福吗？我去你妈个逼斗，现在过得很幸福，你可真是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堂堂的一国外交部长脸都可以不要，底层的老百姓悲惨你装作不知道。操你妈的，你们这群赵家的狗，多少老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，是谁给你们的底气在这儿大言不惭，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星杀猪盘。外交是交朋友，走的是个心，不是摇哪儿都去宣传你爹能扛两百斤，高高在上的样子让人遥不可及，可谁不知道你国家主席是小熊维尼。You know， 这个外交部新闻司真的很烂，快点解散，马上滚蛋。 Peace。